正在宣传期间的 Stray Kids 正出现在各种节目中。近日，他们在 React YouTube 频道上进行了不要唱歌和跳舞的挑战。遗憾的是 ，Stray Kids 一直在输掉挑战，因为遇到了 Twice 的 Savatista 和 Blackpink 的 Pinguino。当 Stray Kids 听到 Pinguino 时，大家毫不犹豫地立即跟着唱并跳舞。最后，只有 Lino 和生命艰难地完成了挑战。张彬掩饰不住对 Blackpink 的赞美，并表示有很多东西要向他们学习。方灿立刻同意。Felix 补充说，一听到这首歌就结束了，毫无疑问，你必须跟着他跳舞。汉甚至称其为如此传奇的歌曲。方灿解释说，所有 Stray Kids 第一次听到时都哇了一声。当播放到 Twice 的 Celebrist 时，也出现了相同的反应。除了生命之外，所有人都立即放弃挣扎。然而即使是生命，也很快选择了投降。方灿说，这个别无选择，只能边唱边跳。方灿解释说， Twice 的歌曲非常好，他们就是有那种吸引人的地方。从他们的第一首出道歌开始，张彬甚至分享说，他听这首歌很精神。 Twice 的 Cherry Up 也超喜欢，韩透露他最喜欢的 Twice 歌曲是 Talk That Talk， 但他也喜欢 Pray For Me。 最后方灿无奈地表示，他们必须跟着唱，因为他是 Twice。 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